在青海路一段，然后100号这边，然后这边我看到好多的枪味啊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加 K55 吧。哦，大帅。哦，靠！差点十块钱出货，傻眼。这个角度，铁爪有没有看？30块，30块一颗 K55，30块，没想到今天影片这么快就结束了，好吧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，太快了吧。Bella con la papaya. No digáis nada, no se entendería.